陆军预备军官的抽签分发仪式今天上午在完全公开公正的情况之下举行，由陆军副总司令王多年上将主持。立法院国防委员会的委员肖赞玉、藏元俊、刘广英，国防部的代表以及台大学生宋英雄、辅仁大学学生赖七宪、东吴学生高硕廷等都曾经在场参观监督。今天的抽签分四个小组顺利地完成。